十八日晚间，某品牌举行新车上市活动，邀来了不少明星为品牌站台。除了品牌代言人刘志泰，穿着笔挺西装出席，展现成熟稳重的大叔风采，还有和席城、金智硕这对超级好妈咪，也一起现身站台活动。两人在镜头前大摆爱心 pose， 俏皮可爱的样子不输女明星呢。这时楼梯上扶着保镖缓缓走下楼梯的，原来是我们的娜恩公主。今晚黑白色系洋装气质登场，立刻成为镁光灯焦点。在韩综《Running Man》中不计形象演出的全昭明，节目中鬼灵精怪的魅力让他人气直直升。这次难得收起搞笑的一面，穿着一套白洋装出席为品牌站台，有种优雅女伶的复古感呢。